穿着牛仔裤、白衬衫、轻便现身，他是传出民进党征召参选北市中山松山区立委的吴怡农，首度露面受访。这起手式全是因为这张照片。迷彩军服军帽搭配腼腆微笑，又或是穿上特战部队全副装备出任务。吴怡农脸书上晒当兵照，本意是庆祝九三军人节，不料帅照却引来各地方的吴太太纷纷按赞留言签到。我没有看到，我没有看到，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新人出来，就是非常的感谢社会大众关心我们。面对吴太太们的真情告白，吴怡农笑得有些害羞。投入选战会如此受到瞩目，全是因为他的对手可是最帅立委蒋万安。他是我心目中的偶像。走访邻里，男神光环超级闪耀，蒋万安高人气不言可喻。比一比，38岁的吴怡农是民进党大佬吴乃元的侄子，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毕业；而蒋万安则是前立委蒋孝严的儿子，美国宾州大学法学博士。两人不止拥有高颜值，学经历也同样相当丰富。我跟万安委员有一点点的交情，我认识他，因为我们年纪差不多，有些共同的朋友也都在国外待过。有一个想法我是非常认同了，他觉得他儿子最帅，这个是我觉得完全没有错。不管对手是谁，我抱持的态度都是一贯的，都不敢掉以轻心。有网友就分析，吴怡农的帅气壮硕英挺，蒋万安则是走白净斯文路线。虽然两人帅的风格不同，但同场拼战也让这个全台立委最帅选区话题十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